方广佛华严经卷第三十九十地品第二十六之六，唐于田国三藏沙门时差难陀译，净居天众那由他闻此地中诸圣行，空中踊跃心欢喜，悉供虔诚供养佛，不可思议菩萨众，亦在空中大欢喜，俱然最上愿意香，普熏众毁令清净，自在天王与天众，无量亿数在虚空，普三天一供养佛，百千万种缤纷下，天珠才女无有量，弥不欢心供养佛，各奏种种妙乐音，悉以此言而赞叹，佛生安坐一国土，一切世界悉现身，身相端严无量意，法界广大悉充满，于一毛孔放光明，扑灭世间烦恼暗，我土为成可知数，此光明数不可测，我见如来具众相，转于无上正法轮，我见游行诸佛刹，我见即然安不动，或现住于兜率宫，或现下生入母胎，或是住胎或出胎，悉令无量国中见，或现出家修士道，或现道场成正觉，或现说法或涅槃，普使十方无不睹，譬如幻师之幻术，在于大众多所作，如来智慧亦复然，于世间中普现身，佛诸圣生真法性，即灭无相同虚空，而于第一十亿中，示现种种所行事，所作利益众生事，皆依法性而得有，相与无相无差别，入于究竟皆无相，若有欲得如来智，应离一切妄分别，有无通达皆平等，即作人天大导师，无量无边天女众，种种言音称赞已，身心极静共安乐，瞻仰如来默然住，即时菩萨解脱月，知诸众会贤极静，向金刚藏而请言，大无畏者真佛子，从第九地入十地，所有功德诸形象，即以神通变化事，愿聪慧者未宣说。尔时金刚藏菩萨摩诃萨高解脱月菩萨言，佛子，菩萨摩诃萨从初地乃至第九地，以如是无量智慧观察觉了矣，善思维修习，善满足百法，即无边助道法，增长大福德智慧，广行大悲，
之世界差别。汝众生界丑理，入如来所行处，随顺如来即灭行，常观察如来力，无所谓，不共佛法，名为得一切种一切智智受职位。佛子，菩萨摩诃萨以如是智慧入受职地矣，即得菩萨离垢三昧，入法界差别三昧，庄严道场三昧，一切种华光三昧，海藏三昧，海印三昧，虚空界广大三昧，观一切法自性三昧，知一切众生心行三昧，一切佛皆现前三昧，如是等百万阿僧祇三昧皆现在前。菩萨于此一切三昧若住若起，皆得善巧，亦善了知一切三昧所作差别。其最后三昧名受一切至圣职位，此三昧现在前时，有大宝莲花忽然出生，其花广大，量等百万三千大千世界，以中妙宝见错庄严，超过一切世间境界，出世善根之所生起，指诸法如幻性，众行所成，横放光明，普照法界，非诸天处之所能有。毗琉璃摩尼宝为经，旃檀王为台，玛瑙为须，阎浮檀经为叶，其花常有无量光明，众宝为藏，宝网弥覆，十三千大千世界为成数，莲花以为眷属。尔时菩萨作此花座，声香大小，振香乘可，无量菩萨以为眷属，各坐其于莲花之上，周匝围绕，一一各得百万三昧，向大菩萨一心瞻仰。佛子，此大菩萨并其眷属作花作时，所有光明即以言音普皆充满十方法界，一切世界闲息正斗，恶趣修习，国土严禁，同行菩萨弥不来及，人天音乐同时发生，所有众生悉得安乐，以不思议供养之具供一切佛，诸佛众会悉皆显现。佛子，此菩萨作彼大莲花坐时，于两足下放百万阿僧祇光明，普照十方诸大地狱，灭众生苦，于两膝轮放百万阿僧祇光明，普照十方诸畜生去，灭众生苦，于脐轮中放百万阿僧祇光明，普照十方阎罗王界，灭众生苦，从左右胁放百万阿僧祇光明，普照十方一切人去，灭众生苦，从两手中放百万阿僧祇光明，普照十方一切诸天及阿修罗所有宫殿，从两肩上放百万阿僧祇光明，普照十方一切声闻，从其向背放百万阿僧祇光明，
普照十方辟支佛身，从其灭门，放百万而生其光明，普照十方初始发心乃至九地诸菩萨身，从两眉间放百万而生其光明，普照十方受持菩萨，令摩宫殿悉皆不现，从其顶上放百万而生其三千大千世界为成数光明，普照十方一切世界，诸佛如来道场众会，又绕十匝住虚空中，成光明网，名赤然光明，发起种种诸供养事，供养于佛，于诸菩萨，从初发心乃至九地所有供养而比于此，百分不及一，乃至算数譬喻所不能及，其光明网普于十方，一一如来众会之前，欲种妙香、花满、衣服、床幡、宝盖、诸摩尼等庄严之具，以为供养，皆从初世善根所生，超过一切世间境界。若有众生见知此者，皆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得不退转。佛子，此大光明作于如是供养事毕，覆绕十方一切世界，一一诸佛道场众会，经十匝矣，从诸如来足下而入。尔时诸佛及诸菩萨之某世界中，某菩萨摩诃萨能行如是广大之行，到受职位。佛子，是时十方无量无边乃至九地诸菩萨众，皆来围绕恭敬供养，一心观察。正观察时，其诸菩萨即各获得十千三昧。当尔之时，十方所有受持菩萨皆于金刚庄严义德相中出大光明，名能坏魔愿，百万阿僧祇光明以为眷属，普照十方，现于无量神通变化，作是事已，而来入此菩萨摩诃萨金刚庄严义德相中，其光入矣，令此菩萨所有智慧势力增长过百千倍。尔时十方一切诸佛从眉间出清净光明，明增益一切智神通，无数光明以为眷属，普照十方一切世界，又绕十匝，示现如来广大自在，开悟无量百千亿那由他诸菩萨众，周遍震动一切佛刹，灭除一切诸恶道苦，隐蔽一切诸魔宫殿，是一切佛得菩提处，道场众会庄严威德，如是普照尽虚空遍法界一切世界意，而来至此菩萨会刹，周匝又绕，示现种种庄严之事。现是事已，从大菩萨顶上而入，其眷属光明亦各入彼诸菩萨顶。当尔之时，此菩萨得先所未得百万三昧，名为以得受持之位，入佛境界，具足实力，堕在佛树。佛子，如转轮圣王所生太子，母是正后，生相具足，
齐转龙王令此太子，坐白香宝妙经之座，张大网幔，建大床幡，燃香散花，奏诸音乐，取四大海水至金瓶内，王执此瓶观太子鼎，是时即明，受王职位，堕在冠顶刹利王树，即能祭足行十善道，亦得名为转轮圣王。菩萨受持亦复如是，诸佛治水灌其顶故，名为受持，具足如来十种力故，堕在佛树佛子，是名菩萨收大智执。菩萨以此大智执故，能行无量百千万亿那由他难行之行，增长无量智慧功德，名为安住法云地。佛子，菩萨摩诃萨住此法云地，如是之欲界极、色界极、无色界极、世界极、法界极、有为界极、无为界极、众生界极、世界极、虚空界极、涅槃界极，此菩萨如实知诸见烦恼行极，知世界成坏极，知声闻行极，辟支佛行极，菩萨行极，如来力无所谓色声法声极，一切主一切智智极，是得菩提转法轮极，入一切法分别决定智极。举要言之，以一切智知一切极。佛子，此菩萨摩诃萨以如是上上学会，如实知众生业化、烦恼化、诸见化、世界化、八戒化、声闻化、辟支佛化、菩萨化、如来化、一切分别无分别化，如是等皆如实知，又如实知佛持、法持、僧持、业持、烦恼持、食持、愿持、供养持、行持、劫持、智持，如是等皆如实知，又如实知诸佛如来入微细智，所谓修行微细智、命中微细智、受生微细智、出家微细智、现神通为细致、成正觉为细致、转法轮为细致、祝寿命为细致、波涅盘为细致、教法柱为细致，如是等皆如实知，又入如来秘密处，所谓身秘密、语秘密、心秘密、是非时思量秘密、受菩萨记秘密、舍众生秘密、种种圣秘密、一切众生根行差别秘密、业所作秘密、得菩提行秘密，如是的皆如实知，又知诸佛所有入劫智，所谓一劫诸阿僧祇劫、阿僧祇劫入一劫、有数劫入无数劫、无数劫入有数劫、一念入劫、劫入一念、劫入非劫、
非己入己，有佛己入无佛己，无佛己入有佛己，过去未来己入现在己，现在己入过去未来己，过去己入未来己，未来己入过去己，长己入短己，短己入长己，如是等皆如实之。又知如来诸所入智，所谓入毛道智，入围城智，入国土生正觉智，入众生生正觉智，入众生心正觉智，入众生行正觉智，入随身一切处正觉智，入视线片行智，入视线顺行智，入视线逆行智，入视线思意不思意，世间了知不了知行智，入视线声闻智，辟之佛智，菩萨行如来行智，佛子一切诸佛所有智慧广大无量，此地菩萨皆能得入。佛子，菩萨摩诃萨住此地，即得菩萨不思议解脱，无障碍解脱，净观察解脱，普照明解脱，如来藏解脱，随顺无碍轮解脱，通达三世解脱，法界藏解脱，光明轮解脱，无余境界解脱，此时为首，有无量百千阿僧祇解脱门，皆于此第十地中得。如是乃至无量百千阿僧祇三昧门，无量百千阿僧祇陀罗尼门，无量百千阿僧祇神通门，皆悉成就。佛子，此菩萨摩诃萨通达如是智慧，随顺无量菩提，成就善巧念力，十方无量诸佛所有无量大法名、大法照、大法语，于一念起皆能安、能受、能摄、能持。譬如梭揭罗龙王梭诸大语，围除大海，于一切处皆不能安、不能受、不能摄、不能持。如来秘密藏、大法明、大法照、大法语，亦复如是。唯除第十地菩萨于一切众生声闻、独觉，乃至第九地菩萨，皆不能安、不能受、不能摄、不能持。佛子，譬如大海能安、能受、能摄、能持，一大龙王所诸大语，若二、若三，乃至无量诸龙王语，于一念间、一时住下，皆能安、能受、能摄、能持。何以故？以是无量广大器故，诸法云地菩萨亦复如是，能安、能受、能摄、能持一佛法名、法照、法语，若二、若三，乃至无量，于一念起、一时演说，悉亦如是。是故此地名为法云。解脱曰菩萨言，
佛子，此地菩萨于一念间能于己如来所安受摄持大法名、大法照、大法语、金刚藏菩萨言，佛子，不可以算数能知，我当为汝说其譬喻。佛子，譬如十方各有十不可说，百千亿那由他佛刹为成数世界，其世界中一一众生皆得闻持陀罗尼，为佛世者声闻众中多闻第一，如金刚莲花上佛所大圣比丘，然一众生所受之法于不重受。佛子，于汝亦云何？此诸众生所受之法为有量也，为无量也。解脱月菩萨言，其书甚多，无量无边。金刚藏菩萨言，佛子，我为汝说，令汝得解。佛子，此法云地菩萨于一佛所一念之请所安所受所摄所持大法名、大法照、大法语、三世法藏，情而所世界一切众生所闻持法，于此百分不及一，乃至譬喻亦不能及。如一佛所，如是十方，如前所说，而所世界为成数佛，复过此数无量无边，于彼一一诸如来所，所有法名、法照、法语、三世法藏，皆能安、能受、能摄、能持。是故此地名为法云。佛子，此地菩萨依自愿力起大悲云，正大法雷通明无畏，以为电光福德智慧，而为密云现种种身周旋往返，于一念起普遍十方，百千亿那由他世界为成数国土，演说大法，摧伏魔怨，复过此数于无量百千亿那由他世界为成数国土，随诸众生心之所要，助甘露雨，灭除一切众祸尘业。是故此地名为法云。佛子，此地菩萨于一世界从兜率天下乃至涅槃，随所应度众生心而现佛事，若二若三乃至如上为成数国土，复过于此乃至无量百千亿那由他世界为成数国土，皆亦如是。是故此地名为法云。佛子，此地菩萨智慧明达，神通自在，随其心念能以狭世界作广世界，广世界作狭世界，垢世界作净世界，净世界作垢世界，乱住、四住、倒住、正住，如是无量一切世界皆能互作，或随心念于一城中至一世界须弥卢等一切山川城相如故，世界不解，我复于一为城之中至二至三
乃至不可说世界、须弥卢等一切山川，而彼为城体相如本，于中世界悉得明泄，过随心灭，于一世界中示现二世界庄严，乃至不可说世界庄严，或于一世界庄严中示现二世界，乃至不可说世界，或随心灭，亦不可说世界中众生，至一世界，或随心灭，以一世界中众生，至不可说世界，而于众生无所饶害，或随心灭，于一毛孔，示现一切佛境界庄严之事，或随心念，于一念中示现不可说世界为成数身，一一身示现如是为成数手，一一手各执恒河沙数花莲香气蛮盖床幡周遍十方供养于佛，一一身俯示现而许为成数头，一一头复现而许为成数舌，于念念中周遍十方叹佛功德，或随心念，于一念间普遍十方事成正觉，乃至涅槃即以国土庄严之事，或现其身普遍三世，而于身中有无量诸佛及佛国土庄严之事，世界成幻弥不皆现，或于自身一毛孔中出一切风，而于众生无所恼害，或随心念，以无边世界为一大海，此海水中现大莲花光明严好，遍覆无量无边世界，于中示现大菩提树庄严之事，乃至事成一切种智，或于其身现十方世界一切光明摩尼宝珠日月星宿云电等光弥不皆现，或以口虚气能动十方无量世界，而不令众生忧惊不响，或现十方风灾火灾即以水灾，或随众生心之所要示现色身庄严具足，或于自身示现佛身，或于佛身而现自身，或于佛身现己国土，或于己国土而现佛身。佛子，此法云地菩萨能现如是，即于无量百千亿那由他自在神力。尔时会中诸菩萨及天龙夜叉乾闼婆阿修罗护世四王释提桓音梵天净居摩西首罗诸天子等闲坐是念，若菩萨神通智力能如是者，佛复云何？尔时解脱月菩萨知诸众会心之所念，我金刚藏菩萨言：佛子，今此大众闻其菩萨神通智力堕在以往善哉人者，未断彼疑，当少示现菩萨神力庄严之事。十金刚藏菩萨即入一切佛国土体性三昧，入此三昧时，诸菩萨及一切大众皆自见生在金刚藏菩萨身内，于中悉见
三千大千世界，所有种种庄严之事，精于一节，说不能尽。又于其中见菩提树，其生周围十万三千大千世界，高百万三千大千世界，枝叶所应亦复如是，乘数行量，有狮子座，座上有佛，号一切智通王。一切大众悉见其佛坐菩提树下，狮子座上，种种诸相以为庄严，假使一劫，说不能尽。金刚藏菩萨示现如是大神力已，还令众会各在本处，时诸大众得未曾有，生奇特想，默然而住，向金刚藏一心瞻仰。尔时解脱月菩萨博金刚藏菩萨言：佛子，今此三昧甚为稀有，有大势力，其名何等？金刚藏言：此三昧名一切佛国土体性。又问：此三昧境界云何？答言：佛子，若菩萨修此三昧，随心所念，能于身中现恒河沙世界为成数佛刹，复过此数无量无边。佛子，菩萨住法云地，得如是等无量百千诸大三昧故，此菩萨身生业不可测之，与业意意业神通自在，观察三世三昧境界，智慧境界，游戏一切诸解脱门，变化所作，神力所作，光明所作，略说乃至举足下足，如是一切诸有所作，乃至法王子诸善贵地菩萨皆不能知。佛子，此法云地菩萨所有境界，略说如是。若广说者，假使无量百千阿僧祇劫，亦不能尽。解脱月菩萨言：佛子，若菩萨神通境界如是，佛神通力其复云何？金刚藏言：佛子，譬如有人于四天下取一块土而作誓言，为无边世界大地土多，为此土多，我观汝问亦复如是，如来智慧无边无等，云何而与菩萨比量？复次，佛子，如四天下取少许土，愚者无量，此法云地神通智慧于无量劫，但说少分，况如来地？佛子，我今为汝引示为证，令汝得知如来境界。佛子，假使十方一一方各有无边世界为成数诸佛国土，一一国土得如是地菩萨充满，如甘蔗、竹、苇、稻、麻、丛林，彼诸菩萨于百千亿那由他劫修菩萨行，所生智慧比一如来智慧境界百分不及一，乃至优婆尼沙陀分亦不能及。佛子，此菩萨住如是智慧，不异如来身与意业，不舍菩萨诸三昧力，于无数劫
诚实供养一切诸佛，一一劫中以一切种供养之具而为供养，一切诸佛绳力所加，智慧光明转更增盛，于法界中所有问难尚为解释，百千一劫无能屈者，佛子譬如经师依上妙真经作言生句，搭摩尼宝殿次其间，自在天王生自福袋，其余天人庄严之具所不能及，此地菩萨亦复如是，始从初地乃至九地，一切菩萨所有智行皆不能及，此地菩萨智慧光明能令众生乃至入于一切智智，于智光明无能如是。佛子譬如摩西首罗天王光明能令众生身心清凉，一切光明所不能及，此地菩萨智慧光明亦复如是，能令众生皆得清凉，乃至住于一切智智，一切声闻辟支佛乃至第九地菩萨智慧光明悉不能及。佛子，此菩萨摩诃萨已能安住如是智慧，诸佛世尊复更未说三世智，法皆差别智，遍一切世界智，照一切世界智，慈念一切众生智，居要言之，乃至未说得一切智智。此菩萨十波罗蜜中智波罗蜜最为增上，于波罗蜜非不修行。佛子，是名略说菩萨摩诃萨第十法云地，若广说者，假使无量阿僧祇劫亦不能尽。佛子，菩萨住此地多作摩西首罗天王，于法自在，能受众生声闻独觉一切菩萨波罗蜜行，于法界中所有问难无能屈者，布施爱语力行同事如是一切诸所作业，皆不离念佛，乃至不离念具足一切种一切智智，复作是念，我当于一切众生为首为甚，乃至为一切智智依止者，若勤加精进于一念起，得实不可说百千亿那由他佛刹为成数三昧，乃至示现而所为成数菩萨以为眷属，若以菩萨殊胜愿力自在示现，过于此数。所谓若修行，若庄严，若信解，若所作，若身，若语，若光明，若诸根，若神变，若音声，若行处，乃至百千亿那由他劫，不能数之。佛子，此菩萨摩诃萨实地形象次第现前，则能去入一切智智，譬如阿耨达池出四大河，其河流注遍阎浮提，既无尽劫复更增长，乃至入海令其充满。佛子，菩萨一耳从菩提心流出善根大愿之水，依四色法充满众生，无有穷尽
复更增长，乃至入于一切智海，令其充满。佛子，菩萨实地因佛智故而有差别，如因大地有十山王，何等为十？所谓雪山王、香山王、毗陀离山王、神仙山王、油前陀山王、马尔山王、弥明陀罗山王、卓杰罗山王、基督莫底山王、须弥卢山王。佛子，如雪山王一切药草闲在其中，须不可尽，菩萨所住欢喜地亦复如是，一切世间经书记忆文颂咒术闲在其中，说不可尽。佛子，如香山王一切诸香闲集其中，须不可尽，菩萨所住离垢地亦复如是，一切菩萨戒行威仪闲在其中，说不可尽。佛子，如毗陀离山王纯宝所成一切众宝闲在其中，须不可尽，菩萨所住发光地亦复如是，一切世间禅定神通解脱三昧三摩薄底闲在其中，说不可尽。佛子，如神仙山王纯宝所成五通神仙闲住其中，无有穷尽，菩萨所住宴会地亦复如是，一切道中殊胜智慧闲在其中，说不可尽。佛子，如由前陀罗山王纯宝所成夜叉大神闲住其中，无有穷尽，菩萨所住南圣地亦复如是，一切自在如意神通闲在其中，说不可尽。佛子，如马尔山王纯宝所成一切诸果闲在其中，须不可尽，菩萨所住现前地亦复如是，入缘其理声闻果证闲在其中，说不可尽。如弥明陀罗山王纯宝所成大力龙神闲住其中，无有穷尽，菩萨所住远行地亦复如是，方便智慧独觉果证闲在其中，说不可尽。如卓杰罗山王纯宝所成诸自在众闲住其中，无有穷尽，菩萨所住不动地亦复如是，一切菩萨自在行差别世界闲在其中，说不可尽。如基督山王纯宝所成大威德阿修罗王闲住其中，无有穷尽，菩萨所住善慧地亦复如是，一切世间生灭智行闲在其中，说不可尽。如须弥卢山王纯宝所成大威德诸天闲住其中，无有穷尽，菩萨所住法云地亦复如是，如来力无畏不共法一切佛事闲在其中，问答宣说不可穷尽。佛子，此十宝山王同在大海差别得名，菩萨实地亦复如是，同在一切智中差别得名。佛子，譬如大海以十种相
得大海明，不可遗毒，何等为实？一、次第见身；二、不受死尸；三、雨水入中，皆失本名；四、普同一味；五、无量珍宝；六、无能至底；七、广达无量；八、大声所居；九、朝不过现；十、普收大雨，无有盈溢；菩萨行亦复如是。以实相故，名菩萨行，不可遗毒，何等为实？所谓欢喜地，出生大愿，见此身故；离垢地，不受一切破解失故；发光地，舍离世间假名字故；宴会地，与佛功德同一位故；南圣地，出生无量方便神通，世间所作众珍宝故；现前地，观察原生圣生理故；远行地，广大觉慧善观察故；不动地，视线广大庄严事故；善慧地，得生解脱，行于世间，如实而知，不过现故；法云地，能受一切诸佛如来大法名语，无厌足故。佛子，譬如大摩尼珠，有十种性出过众宝，何等为实？一者，从大海出；二者，巧匠持力；三者，圆满无缺；四者，清净离垢；五者，内外明澈；六者，善巧钻穿；七者，冠以宝履；八者，置在琉璃高床之上；九者，普放一切种种光明；十者，能随王意欲众宝物，如众生心充满祈愿。佛子，当知菩萨亦复如是，有十种事出过众圣，何等为实？一者，发一切智心；二者，持戒头陀正行明净；三者，诸禅三昧圆满无缺；四者，道行清白，离诸垢秽；五者，方便神通，内外明澈；六者，缘起智慧，善能钻穿；七者，冠以种种方便智履；八者，置于自在高床之上；九者，观众生行，放闻持光；十者，受佛智职，堕在佛树，能为众生广作佛事。佛子，此即一切种一切智功德菩萨行法门品。若诸众生不种善根，不可得闻。解脱月菩萨言：闻此法门，得己所福。金刚藏菩萨言：如一切智所及福德，闻此法门，福德如是。何以故？非不闻此功德法门，而能信解、受持、读诵，何况精进如说修行？是故，当知要得闻此即一切智功德法门，乃能信解、受持、修习，然后至于一切智地。尔时，佛神力故，法如是故，十方各有十亿佛刹为成数世界，六种十八相动。所谓动、片动、等片动、
起，片起，当片起，勇，片勇，当片勇，正，片正，当片正，口，片口，当片口，急，片急，当片急，欲种天花，天满，天衣，及诸天宝庄严之具，床幡，增盖，昼天祭月，其音和雅，同时发生，赞一切智地所有功德。如此世界，他化自在天王宫演说此法，十方所有一切世界悉亦如是。尔时复以佛神力故，十方各十亿佛刹为成数世界外，有十亿佛刹为成数菩萨而来此会，作如是言：善哉，善哉，金刚藏，快说此法，我等悉亦同名金刚藏。所诸世界各个差别，悉名金刚德，佛号金刚床，我等住在本世界中，皆成如来威神之力而说此法，众会悉等。文字句意于此所说，无有增解，悉以佛神力而来此会，为汝作证。如我等经者入此世界，如是十方一切世界悉亦如是，而往作证。尔时金刚藏菩萨观察十方一切众会，普周法界，于赞叹发一切智止心，于示现菩萨境界，于净持菩萨行力，欲说摄取一切种智道，欲除灭一切世间垢，欲施予一切智，欲示现不思议智庄严，欲显示一切菩萨诸功德，欲令如是地一转更开显，成佛神力而说颂言，其心即灭横条顺，平等无碍如虚空，离诸垢浊住于道，此殊胜行汝应听。百千一劫修诸善，供养无量无边佛。声闻独觉亦复然，威力众生发大心，精勤持戒常柔忍，惭愧福智皆具足，志求佛智修广慧，愿得实力发大心，三世诸佛咸供养，一切国土悉严禁，了知诸法皆平等，威力众生发大心，住于初地生世心，永离正恶常欢喜，愿力广修诸善法，以悲悯故入后位，借闻具足念众生，涤除垢秽心明洁，观察世间三毒火，广达劫者去三地，三有一切皆无常，如见入生苦炽然，厌离有为求佛法，广大智人去厌地，念会具足得道智，供养百千无量佛，常观最胜诸功德，斯人去入难胜地，智慧方便善观察，种种示现救众生，复供实力无上尊，去入无声现前地，是所难知而能知，不受于我离有无，发性本极随缘转，得此微妙相期地，智慧方便心广大。
难行难服难了之，虽正即灭勤修习，能去如空不动地，佛劝令从即灭起，广修种种诸智业，具实自在观世间，以此而生上贵地，以微妙智观众生，星行业火等愁灵，未欲化其另去道，演说诸佛圣意藏，此地修行具众善，乃至九地即福慧，常求诸佛最上法，得佛治水灌其顶，获得无数诸三昧，一善了知其作业，最后三昧明受持，住广大境恒不动。菩萨得此三昧时，大宝莲花忽然现，声量称比于中座，佛子围绕同观察，放大光明百千亿，灭除一切众生苦，覆于顶上放光明，普入十方诸佛会，悉住空中坐光网，供养佛已从足入，即时诸佛悉了知，今此佛子登职位，十方菩萨来观察，受持大士梳光照，诸佛眉间亦放光，普照而来从顶入，十方世界咸正动，一切地狱苦消灭，是时诸佛与其职，如转轮王第一子，若蒙诸佛与灌顶，是则明灯法云地，只会增长无有边，开悟一切诸世间，欲界色界无色界，法界世界众生界，有数无数即虚空，如是一切咸通达，一切化有大威力，诸佛加持为细致，秘密结束毛道等，皆能如实而观察，受生舍俗成正道，转妙法轮入涅盘，乃至即灭解脱法，即所未说皆能了。菩萨住此法云地，具足念力持佛法，譬如大海受龙雨，此地受法亦复然，十方无量诸众生悉得闻持持佛法，于依佛所所闻法，过于彼数无有量，以习志愿威神力，一念普遍十方土，诸甘露雨灭烦恼。是故佛说明法云：神通示现遍十方，超出人天世间境，覆过世数无量亿，世智思维必迷闷，一举足量智功德，乃至九地不能知，何况一切诸众生，即以声闻辟之佛，此地菩萨供养佛，十方国土悉周遍，一钩现前诸圣众，具足庄严佛功德，住于此地复未说，三世法界无碍智，众生国土悉亦然，乃至一切佛功德，此地菩萨智光明，能示众生正法路，
自在天光除世暗，慈光灭暗亦如是。住此多作三界王，善能演说三圣法，无量三昧一念得，所见诸佛亦如是。此地我今已略说，若欲广说不可尽。如是诸地佛智中，如实山王宜然住，出地亦也不可尽。譬如雪山极重要，二地界文如香山，三如丙陀八妙花，宴会道宝无有尽。譬如仙山人善住，五地神通如油钱，六如马耳俱纵果，七地大会如泥鸣，八地自在如龙围，九如嫉都极无碍，十如须弥俱众德，初地愿守二持戒，三地功德四专一，五地微妙六圣身，七广大会八庄严，九地思量为妙意，出过一切世间道，十地受持诸佛法，如是行海无尽劫，实行超世发心出，持戒第二禅第三，行进第四成就五，原生第六贯穿七，第八自在金刚床，第九观察众筹林，第十灌顶随王意，如是得宝见清净，十方国土遂为成，可于一念知其数，毫摩度空可知量，一劫说此不可尽。